小武侠。11月23日，江苏卫视官宣实力歌手周深加盟2060。这档节目是江苏卫视的国产原创动漫形象舞台竞演节目，同时每期节目还有飞行嘉宾入驻，嘉宾组合可谓诚意满满。周深是当今非常火热的实力歌手，曾演唱过《大鱼》《和光同尘》《画卷》《光亮》等歌曲，这些歌曲大家都耳熟能详。在业界，周深凭借超强的唱功和百变的风格，深受专业人士和歌迷的喜爱。对于这次能够加盟江苏卫视，周深在接受采访时给予了开心的答复。在回答对前期的观后感时，周深对于这个节目的勇敢行为给予肯定。曾纠结于 VLIFE 和制作人同时在舞台上，担心观众的注意点，结果却发现不仅 VLIFE， 连制作人都非常有趣。在谈到对已播出节目中的虚拟形象哪些最深刻时，所有人头发都能够浓密的浓密仙，永远都可以收到美好祝愿的点赞仙。对，还有包括有一些功能或者它的大宇宙大世界很吸引我的，比如像贤，像这样就是他们人物非常丰满性格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些 VLIFE 会非常给我印象深刻。前期出现的浓密仙、点赞仙和贤都是他印象深刻的，因为他们的人物形象非常丰满，性格明显。在最后谈到如何看待越来越多的虚拟形象走进大众视野中时，他表示自己的想法控制了自己的想象力，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超前想象了很多丰富的世界，等着大家去探索和走进去。采访结束，周深表示很开心也很高兴能参加这个节目。有网友拍到周深现身录制现场，周深与粉丝们火热聊天，网络互怼直接变成现场互怼。我不同意。我没。你们是觉得我没事就在家听冷笑话？对你个头啊！对啊，我没有了，刚刚说完了，就无感。上演了一部大型周深与生米的爱恨情仇，周深一句对你个头真是让人笑死。周深实力宠粉清唱的一段光亮令在场人员沸腾了起来。空灵的歌声穿透力极强，周深一唱歌现场瞬间安静，太羡慕现场的友友们可以现场与周深对话了。其实周深已在动漫、二次元等异次元结下很多缘分，在不同场景里留下了很多值得记忆的画面。周深先后为数十部动画电影和游戏演唱了主题曲，如动画类电影《大护法》的《不说话》，昨日晴空的《来不及勇敢》，妙先生的能解答一切的答案，姜子牙的请笃信一个梦，夏日有晴天的同名歌曲等。而游戏类歌曲更是首首火热，如剑网三曲云传的念，掌门太忙的于青，龙之谷二的卡布勒船长，王者荣耀的微光海洋，新笑傲江湖的江湖蜜之音，仙剑奇侠传七的相守，剑网三缘起的江湖缘起等。其中更有几首让歌迷兴奋不已的高光时刻，比如打破次元边界的《达拉崩巴》。这首歌在歌手当打之年被周深演唱后火速出圈，音源在网易云音乐播放量早早突破1亿。如今 B 站的视频播放量高达2200万，这首歌的原唱就是虚拟歌姬洛天依和言和。再比如周深在2020年 B 站线下聚会演出中演唱了一部日本动漫的主题曲 Unravel， 那场面浩大至极，
周深的表演让千万喜爱动画的动画迷和歌迷们兴奋不已，超强的旋律，超强的高音，穿透力十足的声压贯穿全场。该段视频在 B 站播放量也高达1600多万。最后举一个例子，周深演唱的九语版 Let It Go。这首歌是动画电影《冰雪奇缘》的主题曲。2015年，周深在北京卫视春晚用9种语言演唱，其中包括乌克兰语、俄语、意大利语和波兰语等语言。此歌一出，惊为天人。总之，实力歌手周深早就与异次元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其实，在2014年7月出道前，周深就与 ACGN 作品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。何况在出道后先后演唱了数十首相关歌曲，就像江苏卫视官方所说，周深本是一个资深国漫粉，行走的动漫 OST 唱片可以说是最对味儿的加盟嘉宾了。对此我们更加拭目以待，期待周深在2060中的精彩表现。